哎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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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埋伏在超商门外的远景，看到车手拿着假证件要向51岁的蔡姓妇人收取100万元的投资款项，立即上前将他逮捕。51岁的妇人因为加入诈骗集团的投资群组，投入570万元之后发现被骗，利用假钞调出的车手让警方逮人。落网的车手国语讲得相当流利，但他却是马来西亚籍的21岁苏姓男子，在当地没有工作，又沉迷网络博弈，欠下相当新台币400万元的债务，债主要求他来台打工抵债。苏姓男子6号搭机来台，入住桃园高级饭店，8号就接到指令前往新北取得100万元之后，照指示把钱放路边，由诈骗集团上游人员前往取款，双方互不相见。10号又搭车前往新北莺歌向51岁的蔡姓妇人取款。6日就入境台湾，情人节当天，他搭车到莺歌收取被害人加码投资的100万元现金。我们埋伏在超商内外，顺利将其逮捕。而诈骗集团会跨海往东南亚找车手，常抛出这样的讯息，只要略懂英文、会电脑、工作地点是台湾，要求的工作技能不高却能领高薪，不能说的秘密就是做车手。诈骗集团以往到东南亚设诈骗基地台规避查缉，现在是往东南亚找车手，难道也是缺工严重吗？其实是诈骗集团为了避免警方抓到台湾的车手容易向上溯源，近2年流行往东南亚找车手帮忙取款，2到3次之后就离境闪人，制造断点也让警方难以追查。东森新闻的高雄综合报道。